啊，囡仔时代吼，我捌对我阿公吼去庄脚受助啦吼。迄个餐厅呢，看到我阿公迄款欢喜的表情啊，我较即嘛啊，佮真有记忆伫咧。啊，迄个时阵的人哦，真朴实哦，啊去庄脚受到因真热烈的欢迎安尼就对啊。日本统治台湾将近50年，迄个时阵台湾还佫是农民社会，生活呢，若会当讲食会饱，穿会少。 啊，平安过日就好啊！但是迄个时阵呢，有一挂佃农哦，拢真善车。那阵厝里无牛的时阵吼，要犁田的时阵，若无借无牛哦，迄人是非常的辛苦。哎呦，啊真侪人咧做糊涂哦！你若有教伊啊，较紧的哦，啊袂人会砍你哦。公了呢？钱也无教你啦，等即几日伫我收钱款，咱再搁拍算。啊，这个故事是咧讲，伫迄个时代，有一个善车的餐店。 去拄到一个有钱、佮有量的地主，哎，两个人有数十年的友谊，啊，产生一段真感动人的故事。哦，而且来去主要是咧讲这，拍台语片的，应该会使讲是接近我的生活啦。有这个机会，会当甲这物件哦呈现出来安尼哦，我就感觉啊，非常的感恩安尼。